酸独身个案突破，其实已心谂大祸，每日看像族群狼毒结果，口罩要紧紧闭锁，看众医护也讲过害怕，全面爆煲怎负荷，讲中咗，天天都过百太多，这要怪特首之过，宁愿没感染共你可到老，被传染来去治愈病菌，跨境能过渡，容易染到，封关最好，指望留在家中族群安好，不需天天都报告。众医护也想说，病案来自免检不到处，再难过香港一众受结果，只怪我诞生中国，宁愿没感染共你可到老，被传染来去治愈病菌，跨境能过渡，容易染到，封关最好，指望留在家中族群安好，不需天天都报告。能过渡，林郑染到，黑警染到，三万轮书报道，祝君安好。